我是张哲瀚，一个演员，我的颜值很高，《琅琊榜》中最帅气的少年林殊就是我。喂，老细老细，拎四支水啊，快啲啊，快啲啊！四支啊，系啊，请六支先得噶。唉，由于最近经济不景气，我呢也只得干起了篮球场边卖水的副业，天天看这帮熊孩子打球，打得那么差，真是一群垃圾。想我去年可是和麦迪同场竞技过的。哎，哥们儿，加我一个呗。那加一个呗。我也不太会打，咱们随便玩玩。哎，哥们儿，咱打球先把鞋换下来。哎，哥们儿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稍等我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2017年9月10号，上海东方体育中心，超级企鹅篮球名人赛，直面最强，我是张哲瀚，我在那里等你。